在要去的地方呢，就是 Paris。哇，这个阳光！结论 ：Champs-Élysées 一天走不完。大吉啊，我们要出国了！你看这个阵仗，有莹莹丢，还有 Ivan， 还有我摇，为什么？这关键点你是来考吗？没有，你是妈妈。妈妈。这次呢，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呢，就是要去 Paris。为什么会去呢？是因为就是我有赢到那个 Hennessy Global Top 5的这一个奖嘛。那个参赛影片整个过程的关联户、剪接师、摄影师、妈妈。妈妈，错，我是那个赢家，记得吗？你为什么是赢家？我们这个问答，You like 的问答。哦，所以我们呢就真的要去 Paris 啦。哎，这是我们人生第一次去 Paris， 也是从我要冲出亚洲唯一一次，第一次是唯一才是第一次，第一次冲出亚洲，所以我们这一次呢，就是因为赢了这个奖呢，所以我就顺势呢犒劳一下大家，把奖金拿出来，然后我们一起去巴黎玩，哦耶呀，然后呢看一下去年中国东西呀，兴奋。我们现在排队买火车票，我们要买月票，可以买周票吗？看来彤姐不想回了，她准备好在那边住。我 OK 的，我算是实验馆，我是可以在那边生活的人。OK 的。哇，终于出到来了。Yeah， 沙沙咚咚，很像那个德国这样。反正我觉得我们今天应该就是整理一下，明天彩排不同。找个时差吃个饭吧，喜欢吗？我摇第一次来法国，很喜欢，很美耶。啊，这样回都美？没有啦，就建筑物很美，通常都是在电影里面看到嘛。这是我们的酒店吗？啊，我们的住宿有点像 Emily in Paris 吧。你没有看错，我把它带来了，是我的好朋友 ULIH 水晶紫色。这一个呢，就是我最近有介绍过的，我其实已经用过它好几代，有浅青色、深青色，到现在最漂亮的这个是浅紫色，你知道我都在用。然后这个水晶紫色不一样呢，就是更轻、更薄，而且呢触光速度更快。看它这边有一个头的，就是围那个镭射出来的地方，它这个水晶头出毛哦，是完全是无痛的，就像我刚才用的这样子哦。它很简单的，就是呢你戴上一个墨镜，插电，然后就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它就可以出毛。还可以开启智能连闪模式，每 0.7 秒就会出一次光。为什么我把它带来呢？因为虽然在巴黎，就是在 Paris 这边呢，我是不需要来穿露手啊，很多露，因为现在是这个冬天嘛。可是呢 right after Paris， 其实我是要去巴黎搞的，所以呢我这个除毛动作肯定是不能停，而且我回到马来西亚我不想要变毛毛怪。那基本上这种除毛呢是它要不断的维持的，好像保养这样，它会让你的毛越长越慢，越长越细啦，只是可能一个星期要打一次或者是两次，就这样简单罢了。所以有兴趣的同学呢可以用我的 promo code， 基本上呢就是有40块的折扣哦，来真的是完全无痛，然后又很方便，就不需要去外面给人家除毛，然后有点拍谁这样子啦。我自己是觉得很方便用的，所以呀，就是一个星期每天花个两分钟，你就可以拥有白嫩的肌肤，耶、yeah! ！OK， 除完毛我要睡觉了，再来。Hello， 我们终于长得像个人了。今天是 Day 2，正式的在 Paris 的 Day 1。Today 我们的主题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什么 ？Shop and eat day。Yeah。 有什么 specific 的地点要去吗？没有。现在去吃早餐，我们要去吃一点 lingerie， or I don't know omelette something like that。这个也是看小红书介绍的。Google Map。
怎样？好吃吗？那没，没有到来哇哇哇啦。OK。很多香。它本身很好吃。对。有椰香味。OK。吃饱了嘞，现在就要去哪里玩？夏冰，很冷哦。你知道它其实是十度，但是体感温度是应该是零。它风很大。哇，这个阳光。开心啊，有阳光人就会心情好，虽然太阴。哇哦。刚才我选那一包，马来西亚10000块，就没有扣税8000多，扣了7000多，蛮值得的。Dum Dum Snack现在开卖了，反正都是要买年货的，买 Dum Dum 啦。那我们在 LV 玩几久啊？真的中多哎，整个 Shamrock Lizzie 的第一间店就卡在里面了。Ivan， 很幸福。妈妈的。刚刚 Ivan 买了，现在到小明买。哇！接下来去哪里哦？我们先回那边，回去睡睡一下，显得累。睡完了，我们再出来继续逛。真的很多警察啊 ，ambulance 啊，莫这么。Justin， 我睡不累了。讲到 Hennessy 哥哥倒翻，这样可以没有我死，对，是不是？不容易啊，我要死掉。哎，我们昨天5点才到，你今天很早哎。我们要 try 这个 Ladouille。这是它的圣诞节 collection 的盒子来的，这个没，来来来，大家都可以吃一下。因为我不喜欢吃太甜，但是这个 OK。哎，很好吃，它其实不硬哎，它是一咬哦就会软掉了。我吃的这个是 sparkling red fruit， 有点酒精，而且它有 sparkling。你看这个里面有 sparkling 的，我放跳跳糖，这个蛮厉害的，甜甜的，好看。我们又回来 Champelize， 今天的口号叫什么？一笑一笑一笑，这真很像康纳美，只是他把建筑换成比较就是古典的建筑吧。结论 Champelize 一天走不完。你是饿了？饿啊！真的、啊，你饿了啊？饿、啊、了，你也是饿了。你真的很夸张，你饿了对不对？你刚刚还讲我们点太多。OK， 来试啊 ，Shop Eat Shop， 现在什么 ？Eat。外国人欺负煮清汤面的味道，妈妈当年的味道，因为我妈妈哦会拿这个清清的豆啊来煲汤油喝啊，所以就有妈妈的味道。对啊，我们回到酒店了。很冷，真的是明明哦没有到零下，但是它体感温度很低耶。What a day, sweet。我们今天去凡尔赛，凡尔赛宫是世界五大宫殿之一，超美的啦，走。这个王帝是比较出名于他的私生活。这三个，它都是汤，里面汤汁。没有 OK。这是粉肉，这粉肉。好，我们没有想象中好。其实不错，它味道死甜。你问我的话，两个。其实是不错的，有层次的，有层次的，对对对。我们要走花园了。Ready， 接下来就要看它的花园。这是我家的 garden。哇 ，garden。没有电瓶车，关两个月啊！没有电瓶车，是不可能在这个花园里面走的啦。我们俩一定头痛的。我们应该去用眼睛望两下。哦，哎，我一直被吹走的话，这还有一个。小明很帅耶，什么鬼？小明一定很多脂肪了，他不冷呢。那可以脱衣服。可以吗？来这边买拉面了。这里需要两泡面。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买的泡面，韩式泡面一个 K 吗？让我们多快乐。